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今天来看到我祖父的坟，内心非常感动。是我多年来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，让祖先呢听到我亲口告诉他，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发展，我们都照着他的遗训啊，在做人做事，相信他能够在天之灵呢得到安慰。那的立案公公，那号都是英舅，乌旺家生儿，打扮侯林公的葬制。今天木根一男，儿子赖西，跟乡里丽君，在民国112年。2003年的4月1号，清明节的前四天，一起来到湖南省湘潭县德高家，湘南丹之金，依然在民国16年1927年过世的时候，爸爸在7岁，姑姑5岁，叔叔6岁，他们在慢慢含辛茹苦的教养下长大成人。爸爸一向是安详爱国，民国33年对于抗战最艰苦的时刻，爸爸正在中央政治学校华中心读大学4年级。湘江援藏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依然从军斗批从容，加上抗日的行列，青年军读2040，抗战胜利后复员，民国38年6月，爸爸带着奶奶妈妈跟三母分别出生在四川与湖南的渐渐先到香港。39年7月又在香港出生，他们第二年再到台湾，42年1月夏美丽君在台北出生。现在我们兄弟见了偶然，三个一个又后人一共38人，过多年除了我在美国求学就业7年以外，都住在台湾。姐妹们的散居在台湾、大陆或者是美国，我们的学业卷长，现在都已经退休了，我们的子孙都能自爱自强。我在民国97年跟114年呢，两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8年内并职，仍然斗书为三的家训，并努力做到青年。勤政爱民，更积极地推动两岸和平发展，地区和睦亲美有余的大战略，让过去8年来，整个台湾跟大陆隔海分治70年来最和平繁荣的阶段。从小，爸爸就告诉我们，公公那英年识学，书读的不多，但是深明歹意，中年穷也就准。每年就应当经营事业，用手的本事来周学治病，而且亲自写下黄金非宝虚为宝，万事皆空生不空的对联挂在家乡三公的大门上，以教子女并劝人读书为上。民国74年，也就是1985年，我在台湾举办了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时候，特别把女儿的遗书印在捐书的扉页上，爸爸看了很喜悦地讲，他深深认为奏折与消失，就是女儿的奏折与跟我的消失所感动，特别感谢读书为三王家训，立身行道无天所生的道点，悬在我们家的客厅一家之身，并且印制中文马氏家训的书签与亲友学生分享，这一次我也带来大陆送给大家。亲爱的公公，我是我一生第一次来大陆记者一探亲，我的内心非常感动，我的遗训我们子女都懂得自爱自强，为善做人，尽忠职守，这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产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艰难在天之灵，保佑孟家子孙永远实践你们的家训，
为人类公先行义，生而应救，生亦难，奈何？彼于帝君敬拜。